靠腰也弄干喂，只要需要一把盐巴，再带一台好的车，就是绝配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多厚哦。我们现在是绑在这个中段啦，中段。哇塞，好肉气化又来啦，好不好？但我们今天的肉呢还没买，对。然后张北说他要准备了，不知道他买了什么肉。哎，你肉哪里来的？我从那个小尾巴箱翻出来的，上面还贴晚餐，应该是可以吃吧。还有鱼，我是哪鱼？有鱼是？有什么鱼？什么鱼？我看一下。什么鱼？活鱼三吃。是哪里的鱼啊？不知道，桌上的。这个好像是小伟他妹的宝贝，我给他放回去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什么鱼？这个可以烤吗？这个也可以烤吧。妞妞三吃，这个蛮肥的。这个可以烤吗？这个也可以烤吧。妞妞三吃，这个蛮肥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烤这两个肉，还是先出来？澳洲嫩煎牛，嫩煎牛，这个厚度看到没有 ？H2 应该游刃有余吧？上次 R6 是全熟，对 ，H2 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吧？今天就直接给大家看。但是现在有个很头痛的问题了 ，H2 没地方可以塞啊，它整个引擎坐太满了。塞这么满是怎样？一点缝隙都没有哎。我们可能要稍微瞧一下位置。好了，这个来到我们的美食节目，就是牛肉不太需要怎么加工，只要需要一把盐巴，再带一台好的车，就是绝配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多厚哦哦，肥美的嘞。这个感觉是不是味道折一下就上来了 ？Juicy。好，这个就是 H2 的啦。加饱的吗？我是5000的量。哎。怎么认得出来？怎么认得出来？啊，怎么认得出来是本田？用讲就没有了。行照拿出来，车友啦！哎呀，事实是这样子啊。事实，哎，哇塞，地差一千。对啊，我拍着就有车友。啊，北边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啊，我车温度很高，很烫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。我们要用这个来烤肉。哦，我们要这台车来烤肉。我那一台10年了，链条都没有换过，很耐操。对，不是我不像年轻人哦，我是顺顺的骑。年轻很好，好，拜拜。你看，应该跟他说，有空再来泡茶，不是我家。好啦，我们刚才研究了半天，原本是打算塞这边的，但是塞不下 ，H2 塞太满了，它的引擎做得很满，很紧致。所以每地方 style 感觉只能带排气管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绑着。那我们 H2 现在已经绑好了，我们现在是绑在这个中段啦，中段就中段。然后小雨的也是绑在下面中段排气管，那拍不太到，拍不太到，这样拍得到吗？有，就放在这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对，马上出发。我们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对。然后小伟他赶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大家还好啊，我们家的看门犬蛮凶的哦，叫一声。嗯。我笨狗，家里被闯空门了，还在那边翻东西给人家摸。上一次我们拍的时候，骑在后面一直闻到牛排味道，超级香的。两你们应该也闻得到，真的，会是闻到哦。就是阿六烤的超香的。哎，注意，右手边有腿推。啊，腿推。我闻到了，靠腰耶，我闻到了，肉干味，在底下，排气管底下，肉干味。这排气都肉干的味道了。超香，太香了吧！到整饿起来了。小伟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再说一次。我觉得我的车会比较熟。哦，对，我觉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对手是一台 H2？
它只有直线快啊，烤肉不一定啊，烤肉不太好啊。哎、欸，好香哦，这里都闻到了。我们一入去闻，哇，越闻越饿，超饿。形容一下这个香味，它有点像牛肉干，对，像那个肉松店窗户打开那，对 对, 對，肉干味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台是烤焦了。你看他也过来，是不是闻到味道了？哎，来验货了，来验货哦。挺懂事的嘛，是不是闻到啦？啊，欸、小心不要烫到啊。完了，这个很难拆。小欸，你还会烫到？完了，啊 ，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啊、真的完蛋了，只能把它转开了。这样，啊、怎么？另外一边，猫咪来了，猫咪看到那个肉下来，它就走过来了。真的，它真的在等哎，因为真的太香了，啊、很香哦。哦，这个镜头可以。欸，这只猫很懂哎。完了，这个怎么黑黑的？焦了吗？不一定哦，这有好几层哦。哦，好香哦！你要不要工具啊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哎，要。啊？嗯？哦。哇！我靠！哇塞，好像很嫩。我靠！完美。对，买这么高级的肉啊？不嘞，要能配上我们 H2 风范的肉好吗？熟了吗？熟了，熟，绝对熟，就绝对全熟。看另外一面。等下，另外一边都被焦了，但是还好啦，一点点焦而已。亚当要来第一口吗？这车主必须要来第一口的吧？是吗？高分子料理，熟，高分子，哎，全熟了吧？哎，认真好吃，全熟，认真好吃。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认真好吃哎，嗯，好吃，但是它熟了，熟过头，这很像牛肉面的牛肉，对。我要吃牛肉面吧，跟牛肉面的肉一模一样。哎，小伟要不试试看？快点，真的好吃哎！请您品尝下鸡切正压牛排。哇，这个火候我们是有特别调过的，超像牛肉面的。我正想讲哎，牛肉面，但是感觉下次盐巴可以再撒多一点。但是带个玫瑰盐啊。我们都带着这些工具，就绑在车上，30分钟后就可以吃了。你们爱吃吗？还没吃，来怎么样？这道料理来，有请我们的厨师Kawasaki主厨特调的鸡切正压牛肉，尝尝看。机械蒸牛，机械蒸牛，干！这是牛肉面，真的，还真的可以哦。所以你开始觉得我们拍的企划是在 bullshit 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可能会不均匀，但其实它其实它熟烂的。那我现在开冷圈的，究竟是冷圈的好吃还是 H2 好吃？见真章，好不好？你去拍他们在抢。再吃要加钱哦！哎，这真的好吃哎！最后一块没了，对，好好吃哦。等下，我已经全熟了。那个你知道牛排烤熟后那个滋滋滋的声音？哦，对哈。我看差点撞到回转吧。出来了，下蛋了，冷圈下蛋了。哎，这个也是Kawasaki主厨特调的。完了，你看。哇，肉干，八卦啦，冷切赢了，这算赢吗？这把烤成肉干，你要吃才知道啊。这肉干啊，肉干也能吃啊，肉干也能吃啊，我试试看。其实还不错哎，还不错啊。它真的干掉了，太干了啦。好啦，今天对决看来是 H2 赢了啦。你这个到底这个5分钟就熟了吧？它的比较薄啦，我觉得。对，我也很够厚。也是啊，冷切宣告失败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